南韩地下道的淹水事件，罹难的公车司机展现人性光辉。형은다시돌아와서버스는승객이있으니까다시창문을열고탈출하십시오유창태깨고했단말이에요司机的家属说，再过几天就是司机小儿子的大婚之日，本来他有机会脱困，却为了救人被洪水灭顶。하지만결국올해로예정됐던작은아들의결혼식은영영볼수없게됐습니다另外，为罹难的20多岁女性搭公车找朋友，直到最后关头都拼了命想要破窗逃走，却挡不住强大的水流而送命。这场地下道的淹水悲剧，在公车上发现14名罹难者遗体，被害者家属指控这次的意外根本就是人祸。유실된제방은행복도시건설청이교량건설에필요한교각을세우기위해기존제방을부수고임시로쌓은겁니다온전한구조물이아니라흙을쌓아올려방수포를덮은형태인데只是当时的降雨量达到百年尺度，施工单位说淹水是非战之罪。南韩总统尹锡悦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国作证，也成为众矢之的。灾民阿嬷抱着尹锡悦痛哭。只是有专家指出，南韩灾害预算较重视重建，缺乏防灾意识。这次淹水的争议还延烧到演艺圈，唱红江南 style 的 Psy 却在演唱会后说天气很完美，被网友骂翻。Psy 赶紧删文，承诺捐出250万台币赈灾，替失言风波止血。体育圈综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